好，新上大家見面啦！今日講開長白咧，我首先講少少嘢先。就好多年之前咧，應該就係講緊一百年前到啦，有個英國嘅小説家咧，就係 H.G. Wells， 佢寫一本小説啊，叫做《The Island of Dr. Moreau》。咁大家喺後邊嗰個鏡頭睇到咧，就係拍咗戲噶啦，叫《人魔島》。咁入邊係講咩故仔咧？就係話咧，一個科學家咧，佢就自己走咗個島度啊。就做了一些實驗，生物實驗，就將人和豬夾埋啦，將人和馬騮夾埋啦，將即係不同的物種咧就溝亂佢嚇。咁結果咧就做了一些又唔係人，又唔係豬，總之就係怪物出咗嚟啦咁樣。咁理論上咧這個小説或者呢種咁嘅諗法咧係一種科幻小説嚟嘅啊。其實唔係咁喎，即係你唔好淨係科幻喎，即係聽講前蘇聯係真係好有系統做呢啲嘢嘅。佢有一個實驗我知道嘅，一個實驗就係將一隻狗擺咗兩個湯咗之後，擺咗兩個頭落去咯嚇。咁都試過嘅，但係佢嗰個就唔係一種基因，我記憶就唔係一種基因嘅做法，係一種嵌接嘅做法。係外科手術咁樣。係啊，嗱你個聲好似細咗少少啊，你可能要較大少少。點啊？而家有冇啲？係啦，你支麥因為跌咗落嚟啊，所以你係得對正啲。係對正啲嚇嚇。好啦，嗱今日嗰個題目咧就這個噩夢咧竟然成真嚇。咁但係我哋都要講清楚咧，就係。以我哋嘅理解或者以我哋所知咧，類似嘅實驗咧都有做過嘅，但係就唔會俾你睇到啦。咁但係今次就睇得出嚟啦。咁你可唔可以介紹下即係發生緊咩事咧咁樣啊？嗱，其實咁嘅，即係呢類咁嘅題目咧，永遠係標題黨最喜愛嘅題目嚟嘅。咁就係咧喺中國嘅北京咧，就報告咗佢哋一個最新嘅研究咧，就係將豬同馬騮就撈埋一齊咁樣。咁佢撈埋一齊係咩意思咧？咁其實佢就就孕育出咗一個豬形狀嘅生物，而喺佢個身體上邊咧係有某一個濃度嘅猴子嘅細胞咧喺佢個身體嘅器官嗰度咧就生存緊嘅，即係話咧你將呢一個咁嘅生物捉佢啲基因出嚟咧，你會同時驗到佢有豬嘅基因同埋馬騮嘅基因喺度嘅嚇。即係如果萬一嚇，譬如話將呢只咁嘅生物咧，佢係長大咗之後將佢劏咗嚟食咧，你會發覺咧你由基因嘅方法驗咧，你原來會有人話俾你聽呢個既係猴子肉，既係豬肉咁嘅嘢嚇。咁當然啦，即係呢啲咁樣嘅混種出嚟咧，即係如果你話一個純粹好道德保守嘅人覺得哇呢啲嘢真係好作孽咯，好該灰咯咁究竟點樣可以整啲咁雜嘅雜種出嚟嘅咧咁嗱咁但係首先要咁樣講先啦。正如台長頭先所講，類似呢啲企圖將物種搭嚟搭去嘅呢啲咁嘅實驗咧，無論係喺你話係胚胎受精形式啊，純粹就係話用令到個物種鼓勵佢哋不同物種之間去交配，然之後去試啲新嘢出嚟啊。抑或甚至乎而家最新科技上用到人工受孕嘅方式喺嗰個基因層面度嚟繁殖咧，咁喺中外都有去做呢啲實驗，咁但係做嘅時候咧就嗰、那個去到嘅嗰個程度有啲唔同嚇。咩為之程度唔同咧？咁就係譬如話你係純粹做一個外科手術睇佢生存到幾耐啊，定即係夾硬將一啲嘢嫁接上去啊？但係如果譬如你話係兩個物種去交配嘅時候，你睇下佢生出嚟嗰只嘢係能唔能夠係成功孕育到，然之後再生出嚟，然後仲可以長大啦。咁其實喺大自然入邊，我哋聽過啲例子嘅嚇，馬同驢就生個驢仔出嚟咁嘅樣啊，跟住咧獅子老虎又可有啲機會咧可以出到一支叫獅虎獸嘅嘢出嚟咁嘅樣。咁但係下一代即係佢哋生出嚟嘅呢種雜種嘅下一代咧，就未必有繁殖能力嘅。咁而呢一樣嘢就純粹由嗰、那個交配嗰個嘅嘅過程，即係你都可以話啦，就順乎翻去個天然嘅機器，然之後就由個天然規則決定佢得唔得嘅啫。咁但係再真係話深入啲介入，人工地深入啲介入咧。就可能就係話你要利用到人工受孕嘅方法，甚至乎喺必要時候咧，你喺佢嗰個胚胎孕育嘅某一個階段係會加咗某一啲其他嘅細胞落去。
令到佢咧，如果好彩地可以即係亦唔係好彩地啦，喺佢哋嘅衡量過之後，可以孕育出嚟嘅話咧，就會出到一啲雜種嘅嘢出嚟咁嘅樣。咁但係即係其實即係話咧，如果有一啲人工介入啲比較深嘅嗰類嘅研究咧，好多時咧嗰、那個孕育個階段咧，就未至於去到可以去懷胎，再成個生物咁生出嚟咁樣嘅階段。咁好多時喺一啲外國嘅研究，譬如佢都曾經試過將唔同嘅物種，甚至乎有啲情況咧就好曳界嘅，將人嘅幹細胞擺入去某一啲嘅生物上邊，然之後咧就睇下個胚胎能唔能夠去繼續發展落去。到個胚胎自己入邊，即係佢發展到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咧，就停噶啦，就唔會俾佢咧就話將佢擺翻落個子宮嗰度咧，然之後就繼續孕育出嚟，就冇呢一樣嘢嘅。咁但係今次咧呢個北京出嚟嘅研究最即係所謂嗰個叫最爆嗰位喺邊咧，就係話佢將兩個物種叫做合成咗出嚟，而且係用人工受孕嘅方法。夾硬將一啲嘅猴子嘅細胞去打入去嗰個豬嘅胚胎嗰度孕育咗出嚟，然之後再擺翻入去一個豬嘅母體嗰度成胎，再生咗出嚟，最後係出咗世。咁呢一個即係去到呢一步咧，就係比較即係嗰個即係比較去爆炸性啦。就係所以咧，就會有一張相影咗出嚟，就係嗰件嘢嗰個混種生咗出嚟個樣係點咧，就影咗出嚟。所以咧，你即係大家近日睇呢個新聞咧，你一睇就睇到嗰張相，基本上就係都係一個豬仔咁樣嘅形態啦。嗱頭先你講嗰度咧，有好幾個好重要嘅問題。其一咧就係我聽過一樣嘢就係譬如啲粟米啦，佢擺一啲可能係啲動物嘅基因落去啦。但唔會每一隻粟米同個蠍子形成即係一個新嘅物體噶嘛？好多時嚇基因佢就譬如話，你只不過將其中某一個去抗病，有個加強免疫力嘅一組基因，即係佢客觀上嘅效果，佢唔會形成咗，即係唔會喺個身體上面形成咗一種咧有蠍子基因嘅細胞喺度。只不過就係話喺佢原有嘅基因上邊，係借住蠍子上邊嘅一啲嘅資訊去擺咗入佢個基因嗰度。佢嗰個基因本身依然係嗰個粟米本身嗰個基因嚟嘅。係啊。咁所以佢點會做到一個就係真係兩個物種合成嘅一種咁嘅動物出嚟咧？嗱呢度咧，真係又要好需要咧啲人玩開嗰啲胚胎嗰啲咁樣嘅形式啊。咁就係話，譬如你整咗個受精卵出嚟之後，你入邊抽走幾多嘢，又擺咗幾多外來嘢落去咧？咁其中有啲方法類似係咁嘅樣啦嚇。即係呢一度佢就唔係講緊咧，你揾一個猴子嘅精子加個豬嘅卵子就可以生一粒咁嘅嘢。絕對唔係啊！絕對唔可能係咁嘅嚇。佢呢度應該照計就即係如果我冇即係我好粗略地去睇啦，同埋以我好粗淺嘅形式就係佢基本上就係一個豬嘅受精卵。咁但係咧喺呢個受精卵你未俾佢繼續去演進嘅階段嘅時候咧，你已經加咗一啲猴子嘅幹細胞落去咁樣，即係其實就玩緊呢一個即係咁樣嘅遊戲咯嚇。咁其實具體上係咪真係喺邊個階段咁樣做咧？咁你問我自己，即係有冇啲更加細節我 miss 咗咧？咁呢度要即係靠大家幫手睇下補充翻。咁即係總之我只能夠講就係話咧，佢唔同嗰啲獅虎獸啊、馬同驢仔嘅嗰種即係個精子同個卵子分別來自兩個唔同嘅物種，而係佢就係話咧已經喺一個原有嘅受精卵上邊去做原有一個物種嘅受精卵上面做修改，去侵入參雜咗其他生物嘅一啲嘅細胞落去，然之後繼續俾佢孕育落去，令到生出嚟嗰只嘢咧本身咧係有兩個唔同物種嘅基因喺度。我相信咧就我以下問呢個問題，我哋兩個都答唔到，但係我即係直管講出嚟就係即係睇下睇下大家嗰個諗法點樣啦。嗱，你睇呢只嘢咧，佢就即係有啲即係大部分都係豬嚟㗎啦，你睇落去，但係可能有啲嘢係覺得係馬騮似馬騮啦。佢會唔會做到一樣嘢，就係我控制邊個器官係豬？即係舉個例，隻耳仔，或者身上面啲毛啊，佢可唔可以當砌 LEGO 咁樣係砌翻曬一個假想嘅物體出嚟咧？即係喺呢個實驗入邊。
嗱，似乎如果就咁睇就似乎唔得嘅，似乎亦都係喺呢個實驗入邊有一啲嘢就同佢哋嘅預期有落差嘅。當然就係話，我哋係咪最理想可以做到就係話咧，我一個豬本身嘅外形，但係我有個馬騮咁嘅耳仔，原來我可以好精準地嫁接到咧，喺佢個耳殼發展個階段就係主要係由嗰個猴子嘅細胞負責嘅咁樣，佢個分工嘅主要就咁樣，咁令到生出嚟嘅形態似個猴子咁樣，即係隨口噏係咁啦。但係咧，其實譬如佢喺呢一種咁樣即係去嘗試介入受精卵孕育嗰啲咁樣嘅技術入邊咧，似乎個結果就係你冇辦法控制到佢最後嗰堆細胞係點樣分工。咁而家咧，即係就睇到就係話，佢哋當初希望就係話咧，呢一個嘅豬本身咧係能夠帶有更加濃度更加高嘅猴子嘅細胞喺度嘅。咁其實而家講緊咧，佢報告出嚟就係話咧，即係由個數字上你可以睇到咧，佢基本上絕大部分都仲係一隻豬嚟嘅。點解咁講咧？就係話咧，喺大約係10,000個細胞，10,000個豬細胞入邊咧，撕得一粒係猴子細胞撈咗喺裏邊嘅啫，即係喺佢個身體結構裏邊。而且甚至乎隨住唔同嘅器官咧，個分布係有少少唔同嘅添。即係所以佢俾出嚟個數係介乎於幾千分之一同埋萬分之一嘅一個咁樣嘅分布。即所以這個生物咧，你可以話佢係99.999% 嚇係一隻豬，咁但係有0.0001% 咁佢都係一個馬騮咁嘅樣。咁其實當初咧，即係呢個北京研究團隊，佢就希望能夠孕育到咧出嚟嘅豬佢個身體上邊猴子細胞嘅濃度係更加高。咁即係其實就咁講啦，即係講呢啲物種撈埋嘅呢一個咁樣嘅實驗咧，就唔係話純粹係玩遊戲啊，亂咁將啲物種去接嚟接去咁簡單，而係咧即係當初點解人類即係科學上邊要從事呢啲實驗咧，就係因為人一路好希望做到一樣嘢，就係話咧，我可唔可以嗌只豬幫我生一個陳志宏嘅肝出嚟咧？OK， 即係一個人類嘅肝，甚至乎我想要邊忽就要邊忽，即係話咧，咁其實你想象到其實係一個咩意思啊？就係一個後備器官供應商嘅一個供應源頭嘅意思。如果我能夠即係好唔好彩，譬如我有心臟病，但係如果咧我用我嘅幹細胞能夠嫁接咗喺任何啊，可能係豬啦，可能係羊啦，總之其實哺乳類可能比較接近啲，甚至係馬騮啦。嘅身上，令到佢咧出嚟嗰只猴子本身擁有嘅內臟係能夠移植喺我陳志宏身上而唔被排斥嘅話咧，咁呢個其實就係一個好即係非常之偉大嘅發明貢獻嚟嘅嚇。即係當然啦，你話如果繁殖另外一個人，就當然有個道德上嘅問題啦。始終佢有個人嘅生命喺度，但係由其他即係如果由其他物種幫我哋帶話，咁當然都會有人投訴係有個道德上嘅問題咁。但係咧，即係起碼嗰個爭議就會少好多啦，尤其是就係如果有一啲人先天上基因有病嘅時候咧，就其實就可以發展到呢套技術咧，令到佢透過呢一個嘅後天培養新嘅後備器官，令佢能夠重獲新生嘅一個機會啦。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咧，能夠去溝到一啲嘅物種出嚟，佢可能係真係最後能夠，譬如話豬同馬騮。可能最後令到呢只豬佢可能擁有嗰個肝啊，或者甚至乎個心啊，入邊出嚟嘅嗰個嘅細胞嘅成分咧，最後係原來移植到一個猴子嘅身上都唔會被排斥嘅，咁就係一個最理想嘅狀態。咁即係而家當然睇到啦，睇到個數字係比較偏低，即係嗰個嘅細胞個濃度係即係嗰個猴子細胞最後喺呢只豬身上面生出嚟個濃度，第一既不能控制佢喺邊個器官能夠多啲少啲，第二。個濃度比想象中偏低，所以更加唔好諗就係話咧，佢可以生出嚟，可以移植到去個猴子嗰度，即係一定係有排斥噶啦。即係佢最後嗰只馬騮就會當我呢個器官咧係一個豬嘅器官，咁樣去消滅咗，咁就算數。咁即係而家可以就係話唯一嗰個叫做最爆嗰位就係話咧，佢係被孕育咗出嚟成為一個真係一個由胎兒變數一個BB 仔，一個豬嘅 BB 仔，咁樣出咗嚟俾你影相睇到咁解咯。即係佢生存到，即係佢形，即係變成一個真正嘅生物啊嘛。係啦，你唔好理佢生存幾耐，佢總之生咗出嚟就係一嚿會喐嘅嘢嚟嘅嚇。係啦，會食奶嘅嘢嚟嘅。咁但係即係個消息就好不幸啦，就係出咗世之後10日咧，咁佢就死咗啦。
咁但係咧呢度咧，對於佢點解死咧嗰個原因咧，其實亦都冇乜資料去睇得到。我唔知係因為佢嗰個北京嗰個研究小組公布得少定係點。而實際上，我願意相信就係話喺一個咁短嘅時間之內，你要確診到佢點解十日就夭折嗰個原因咧，唔係即係都唔係咁快可以報告到出嚟嘅。咁而家好睇到就係、是、即係暫時僅有嘅資料就係話啦這個豬和猴出來的混合體出來的這隻大多數豬仔一隻叫 Almost Piggy 它就十日內死了應該都是一些衰竭的問題而死而這個衰竭的問題呢你就會想、啊、是不是因為它身上那些豬的細胞跟它的猴、馬騮的細胞有排斥令到它的、對抗跟著令到器官衰竭呢咁似乎亦都似乎唔似係咁，即係暫時佢哋嘅觀察就係話嗰種衰竭咧，其實即係嗰種呢種夭折咧，更加似係好似嗰陣嗰個複製羊多嗰只多利咁嘅樣，就係喺嗰個嘅幹細胞培植，即係你去介入嗰個受精卵嘅過程入邊嘅時候咧，即係大家要知啦，你整嗰只多利嗰只羊出嚟咧，你首先有個受精卵，但係基本上你差唔多將嗰個受精卵抽空咗。然後去注入了另外一隻羊複製出來的幹細那些這細胞注入去讓它自己繼續生下去在這種這樣的即 copy and paste 這樣的 cut and paste 過程裡面其實很容易對於即 這都是 我跟一些即其他做科學的同事即傾開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就是很多誤差和很多傷害即對這些幹細胞構成出來的就令到它們繼續分裂複製的時候出來呢就多數是它的基因上、啊甚至乎佢個器官功能上係殘缺不堪，即係佢喺最初由嗰個胚唔好話胚胎，去到受精卵階段嘅時候咧，因為做嗰個手術咧，就已經令到嗰、那個資料受到破壞，所以令到咧嗰只多利呢只羊生出嚟咧都好快就會死咗嘅因為佢本身已經即係殘缺不堪。咁似乎而家呢一個豬猴嘅混合體咧，佢面對嘅情形係差唔多嚇。咁呢一個就係有翻一啲前邊嘅，即係以前嘅研究俾落嚟嘅線索，就睇落就係似乎就係嗰個嘅幹細胞嗰個嫁接嗰種技術，就令到呢啲咁嘅豬猴混合體咧就係夭折咁嘅樣嚇。頭先你講我哋簡單去總概括咧，就係佢想做器官農場啦嚇。係，其實係嘅嚇。甚至乎就係呢個就係解釋到點解喺過往唔喺中國大陸啦嚇，即係我唔知道中國大陸而家有冇喺美國啊咁或者甚至其他國家都佢都會咧就係譬如將人嘅幹細胞咧係搭咗落去呢啲其他物種嗰度，其實好中意就搭去羊啊、豬啊呢啲咁嘅物體嗰度嘅，因為出嚟個器官嗰、那個、那個 size 咧係差唔多。人同豬係最接近嘅，即係如果純粹講嗰、那個基因嘅移植，即係嗰啲器官移植方面啦，譬如。豬心都可以試下做當人心做啦嚇。咁但係你如果譬如呢個實驗咧，我相信如果佢哋再行前一步咧，就係、是、舉個例，頭先你舉個例啦，譬如話佢做一個豬羊人混豬猴混合體嘅時候咧，佢可能將呢個豬猴混合體嘅肝咧，或者某一部分嘅器官就移植翻落去嗰個猴子、那個器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肝嗰度嘅。即係如果成功嘅話，佢哋會想試咯嚇嚇。咁但係頭先你講嘅仲可以有另一個可能性嘛？舉個例，譬如話。我可唔可以有一個即係譬如我斷咗手指尾啦，咁我可唔可以將個手指尾嘅基因移植咗，即係移植咗落佢只豬嘅手指尾度咧？咁將來我斷咗手指尾，我就即係接翻隻手指尾出嚟啊！頭先你講係內臟嘛，但係譬如我哋嘅人體嘅表面部分，可能佢哋都有咁嘅諗法要做埋嘅喎。我唔起，即係你如果講到唔好話手指咧，有啲譬如比較簡單少，你去到眼角膜嗰啲，其實都有想像過係咁樣去做嘅，因為即係最重要就係我哋能唔能夠掌握到嗰種targeting 嗰種能力，即係我哋能唔能夠控制到我改咗呢啲嘢嘅時候，嗰件嘢就幫我生到我想要嘅零件咧。咁其實喺而家呢個階段咧，就即係仲係言之尚早咁樣啦嚇。咁但係呢度咧，我容許我岔開少少咧，就係咧其實即係今次呢個北京嘅研究咧，就當然佢成功地喺國際上邊就俾咗一個即係好大嘅迴響出嚟嘅。咁但係咧都受到即係有人去質疑嘅，就係話因為同類嘅研究入邊咧，係好少可將佢咧完完全全咧係去繁殖成為即係成胎嘅。
嗱，即係其實就算多利福濟陽嗰度咧，都大家都爭議得好緊要，鬧得好緊要啦。咁但係多利嗰個例子就係話咧，佢始終就係由羊接佢哋只羊啫。咁出嚟佢出嚟嗰只都係羊嚇。咁而家呢一度咧，就係大家好會好擔心，就係嗰種跨當你跨物種地咁樣去做嘅時候啦嚇。咁會唔會有機會就係咧？造成一些不可逆轉 的效果，即譬如很簡單，如果假設今次他們非常成功，生出來的那隻這樣的豬猴混合體可以成功長大，甚至乎有繁殖能力的話，那它會可以叫做造成一個基因污染， 有機會 是出現一個這樣的效果。這一樣東西如果在那個複製羊的例子裡面就沒有那麼嚴重，咁即係又係，不過就而家咁講啦，佢已經出嚟十日就夭折咗。咁其實你可以係即係暫時畫咗個句號。但係其實呢一個就係點解大家咁小心，好多時呢一類咁樣嘅跨物種嘅研究咧，就喺一個胚胎嘅階段就會停咗落嚟，就唔會話再由得去繼續落去。咁即係呢一度亦都睇到就係即係今次帶嚟嘅一個將會有一個周邊嘅少少嘅討論，就係會係呢一樣嘢。另外調翻轉咁講啦，譬如話頭先你提過啦，譬如一隻馬騮，我擺啲人嘅幹細胞入去，生埋出嚟啦，咁做到咁樣，咁有冇咁嘅可能咧？嗱，而家佢未有人做過，我唔知啊。你話如果大家根據呢一個咁嘅原則，你可唔可以真係即係大家利是啲？將一個人的胚胎，咁入邊加咗一啲猴子的成分落去，令到出嚟生出嚟嗰個人的胎兒本身係可以帶，亦都帶有一啲猴子基因的細胞喺裏邊。咁即係我真係唔敢講一定得同唔得，即係我冇乜，我冇乜科學知識去判斷呢一樣嘢同而家呢一個研究嗰個難度差幾遠啊。但係就係話，如果你講緊喺哺乳類物種已經咁即係咁樣去做到，甚至乎越嚟越推進得前嘅話咧，咁你話喺人身上做，咁我唔會話完全冇可能嘅嚇，即係爭在我就唔能夠，我冇足夠嘅知識去講出中間仲有幾多即係實際上科學上面嘅技術細節要去克服啦嚇。咁但係當然啦，當你做到咁嘅時候咧，咁我頭先講到嘅嗰啲咁嘅道德上嘅問題咧，就變成一個更加嚴重嘅問題嘅嚇。簡單嚟講就係呢啲問題唔可以單純由科學家去決定咯，即係我哋因為我哋都以前有呢個觀點嘛嚇，而且係要公開咯，即係舉譬如呢個例子就係、是，喂可唔可以事前你做之前即係公開咗你想做呢樣嘢，即係大家討論下可唔可以做咧？但係而家你睇到好幾個 case 都唔係啊嘛，係做咗先話俾你聽係點樣啊嘛，係嘛？咁而家佢都講咗嘅，未來咧，佢哋都會繼續去重複呢一個實驗，就希望咧就去將嗰個嘅外來嘅嗰個物種嘅細胞量咧去提升，即係話佢可能希望出到一隻咧能夠攜帶到更多猴子細胞嘅一隻豬出嚟咁樣嚇。咁啊，即係但係又咁講啦，咁我估佢哋就即係你問我呢度牽涉到嗰、那個個道德問題，我諗更加大嗰個嘅憂慮就喺嗰個基因污染嗰度嚇。如果佢哋能夠回答到呢個問題嘅話咧，咁我亦都覺得佢哋都可以站得住腳嘅嚇。但係如果你從正面呢個角度嚟講咧，譬如話有某啲病咧，係咪可以透過呢種方法可以減低或者甚至預防？你話邊類病我唔知啊，但係譬如佢而家似乎個目標都係想做一種器官移植啦，即係你可以話器官嘅農場咁樣啦。咁即係可以變咗就係一啲比較複雜啲嘅病，就可以透過咁樣培植嘅話咧，就俾到一個即係更加快嘅解決辦法咯。我諗就係更加直接平。唔係，但係我諗到一個例子啊，譬如舉個例啊，譬如豬嘅豬瘟或者豬嘅流感。咁嗰只豬嗰啲流感先入到個身體，可以變成一種即係有害嚇。但係如果佢本身其實佢表面上係豬，但係其實佢係馬騮嚟嘅。咁啊，啲豬嗰啲流感咪入唔到佢嗰個身體入邊咯。嚇！咁即係呢度你講呢度就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啦。嚇！咁可能有一啲豬係感染到猴子嘅細菌，但係就俾一豬惹到咁樣，都有另外一種麻煩咯。嚇！咁呢度即係甚至乎承接你講嘅話，我哋都知道㗎。其實對於嗰啲猿猴，
佢哋基本上對於艾滋病係免疫噶嘛，係啊，艾滋病對於佢嚟講係一場傷風感冒嚟嘅啫嘛，係啊，但係對於人嚟講就好大件事啊嘛，嚇、啊，即係如果你假設就係如果嗰、那個我哋搞唔掂呢個艾滋病嘅疫苗，但係咧可以透過咧去令到我哋嘅身體入邊咧就養住一啲猿猴類嘅細胞喺度幫我哋去維即係去維持到我哋個免疫系統話咧，咁我哋係咪能夠克服到呢個艾滋病咧？咁即係呢度我天馬行空地去諗啦，係 啊, 啊，所以你唔好諗得咁。咁負面咧，但係只不過問題咧，就係我哋傳統上我哋對，即係一啲喺物種跨物種嘅一啲實驗嘅，係我哋覺得有一種先天性嘅一種害怕喺度咯嚇。呢種害怕其實都有一種即係我哋演化落嚟嗰個根據喺度嘅嚇，即係我哋都會知道，即係我哋喺未有細菌呢種概念嘅時候，我哋都可能對於一啲叫做即係交叉感染啊，嗰類咁嘅嘢係會有一啲即係罩忌咯。同埋中文入邊都有成語啊，飛驢飛馬啊嘛。咁你即係全我哋一路即係對呢種咁嘅試驗咧，我哋。先天性我哋係抗拒嘅，係啦係啦，但係可能你如果調翻轉講，原來只不過我哋人類觀察呢個世界唔夠長嘅啫。原來如果我哋人類唔介入嘅話咧，可能原來好多呢啲咁樣嘅物種之間互相交配 trial and error 嘅嘢係經常發生嘅。不過失敗好多次，但係咁啱可能隔咗幾萬年入邊成有一次成功咗咧，就跟住一個新的物種的誕生咁樣，一啲都唔奇嘅。即係我哋其實就算喺現實上你大自然嘅觀察咧。即係嗰啲物種之間啊，無論同種或者非同種，同性或者非同性喺度亂咁喺度發情時候吉嚟吉去咧，即係呢啲嘢其實原來係唔係非常常見嘅嘢嚟嘅。即係呢個大自然自己本身都會自己不停地 trial and error。係啊，嗱，你舉呢個例子，我自己都見過嘅嚇，見過即係不同物種互相交配。譬如舉個例，譬如有一張相我都好深印象嘅。就是、兩隻雌性嘅馬騮係想交配，嚇咁即係話喺大自然入邊，譬如話我哋以為淨係一啲好陳舊概念，譬如話淨係人先有同性戀呢、這個就唔係嘅，喺動物界入邊都有一啲類似嘅性行為嘅模式咯，嚇係啦，只個問題就係你有冇一個。長時間細心的觀察咯，係啦係啦，咁當然啦，去到人的層次就是我哋有一個外科手術式的技術，即係嗰種細胞層面的技術，令到我哋去做一個咁樣嘅介入。咁當然即係呢樣嘢喺你話如果俾自然地去試，能唔能夠做到咁咧？即係人嘅話就俾咗另外一個維度去令到呢啲物種雜交就變咗唔可能變做可能啦嚇。咁所以我哋就更加難有一啲前。即係以前嘅經驗嚟去幫我哋去做評估咯。嚇！但係 anyway 就即係我想提醒大家啦，就喺中國喺而家嘅科學嘅領域研究入邊咧，係相當之冒險啦嚇。咁係一件好事定唔係一件好事咧？我相信係歷史自有公論啦。咁我哋即係呢啲基因啊、幹細胞啲，佢哋會即係好應該會好即係好大膽地去做嘅呢啲，佢哋都好。咁我哋有啲嘢結束，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